伍斯特教堂是哈利波特拍摄场地之一。拍好车之后，我们就由教堂的后面慢慢走回去教堂的正门。这座教堂又给你有什么感觉呢？终于到了教堂的正门了，第一时间我们进去参观先。教堂的每一个角落都让人叹为观止。这条回廊是不是有点熟悉呢？其实它是电影《哈利波特》其中一个的拍摄场地。亦都设有简介的，这里就是设在教堂中央的花园，其中有一座建筑物正进行维修工程。我们沿着这边的楼梯慢慢拾级而上，就到了二楼啦。这条楼梯都几长哦。这里摆了一些衫，可以给游客自行穿上拍照留念。不知道你又想扮演什么角色呢？这边也可以进行托印的活动，在另一个角度欣赏这个教堂，你又有什么感觉啊？仔细参观的话，这一间教堂还有很多地方等我们去发掘的。今次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分享，记得 like、share 和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 啦。拜拜。